清淡味美，余韵悠长。醉杭州，跟您一起共温家乡味道。这种浓郁的味道，真不可思议。醉杭州，报道实时,时热点，看遍北美大事。欢迎收看这期的北美新闻周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拜登在费城发表演讲时说：“MAGA 势力决心让国家倒退。” 八月新增三十一点五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升至百分之三点七。美国宇航局的 Artemis 一号任务将前往月球。随着热浪席卷加州北部，火势迅速蔓延，人们纷纷撤离。疾控中心疫苗委员会支持更新 COVID-19 加强注射。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黄金时段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MAGA 势力决心让这个国家倒退。”他敦促美国人站起来捍卫民主，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前行。拜登警告说：“平等和民主正在受到攻击。”他点名批评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否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支持者。 在指责特朗普的追随者煽动政治暴力时，他称自己有义务向你们说实话。拜登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了二十四分钟的演讲。他说，在我们国家，大多的事情是不正常的。唐纳德·特朗普和 MAGA 共和党人代表着一种威胁我们共和党根基的极端主义。 尽管白宫声称这次演讲与七十天内的中期选举无关，但总统是在一个关键的战场中发表演讲的。这个州可能会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他的部分讲话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抗议者用扩音器打断了他的讲话。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八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三十一点五万人，符合预期，但较七月明显下降。七月份最新数据为五十二点六万，是此前预测的两倍多。就业增长最强劲的专业和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和零售贸易。失业率从百分之三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七，这一数字可能预示着就业市场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 并将受到美联储的密切关注。美联储誓言将继续加息，直到遏制住每年超过百分之八的通胀率，减少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但这些接近劳动力市场前沿的人士说，虽然去年的一些疯狂行为已经消失，但就业市场仍然对员工有强劲的需求，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来招聘员工。 总体而言，就业市场已被证明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中复苏的突出表现之一。与2007年至2009年大衰退期间的六年复苏相比，美国的就业人数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才弥补了疫情造成的损失。 美国航天局原定于周六下午发射猎户座号无人太空舱的计划遇到麻烦。美国东部时间上午九点左右，发射团体停止了发射，工程师们开始试图抵消火箭底部发动机部分的氢燃料泄漏。倒计时中继续朝着火箭两个小时的发射窗口前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这枚火箭定于周一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Artemis 一号任务。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在这个发射场发射的。最后一刻，引擎冷却问题、燃料泄漏和其他问题导致美国航天局取消了发射。周六的天气预报似乎对发射有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其网站上说，美国太空部队太空发射 Delta 四十五的天象学家预测，周六的天气条件有利。 虽然预计会有阵雨，但预计在发射窗口期会有零星的降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阿尔忒弥 s 一号是未来几年一系列任务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为将来人类送上火星奠定基础。官员们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加州期间。 一场野火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烧毁了建筑，并促使该州北部农村地区强制的疏散。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的最新消息，到周五晚上，w s 火灾蔓延到近四千英亩。大火肆虐的 c s、IS、q 线的州长加文纽瑟姆周五晚些时候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大火造成了数量不详的平民受伤，并中断了一些居民的电力供应。 据 Power outage US 报道，周五晚上 c s q 现超过900名居民断电。随着夜幕降临 c s q 警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大火烧毁了建筑，在 Twitter 上写道：“火势已经扩大，烧毁了几座房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聚集疫苗专家，周四投票建议莫德纳和辉瑞更新 COVID-19 加强疫苗。这种疫苗即将上市，旨在对抗 Omicron 变体，特别是 BA 四和 BA 五亚变体以及原始冠状病毒株。BA 五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上周，美国超过百分之八十八的新冠病毒感染是由它造成的。 一些委员会成员谴责缺乏更新后的疫苗对人体的疗效数据。官员们承认人体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中，但辩称此举与每年的流感疫苗试验过程相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被广泛认为会签署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开始注射前的最后一步。以上是这次北美新闻周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清淡味美，余韵悠长。醉杭州，跟您一起共温家乡味道。这种浓郁的味道，真不可思议。醉杭州。